我虽然呢，用脏的你不能再吃了，这了，不会顶到你。我不吃了，不吃了，知道不能再吃了。喂，嗯，嘿嘿，啷个嘞？没事。嗯，管你到底要干嘛呀嘛？ 干嘛呀嘛！我真的没吃辣椒，全部都是基本上会吃焦的。这也太好吃了！哥，有人说四川人不能比湖南人能吃辣，我们要证明自己。 哦哟，这根须好辣，点都不辣，点都不辣。 什么？嫂子，这个能吃吗？这个来，我给你做一个，尝尝。啊！太难吃，居然喂得我偷吃。大康鱼，你吃这个，我吃这个。 今天吃鸡喽，今天吃辣子就要腊肚肉。这鸡屁股啊，鸡屁股也是肉啊，不吃我自己吃。吃肉你又吃，你不看是个地方是搞的，不懂美味的汉堡。咦，我感觉嘴巴都不干净。哈哈哈，像你嘴巴就不干净了噻。 Thank you.
真香！妈呀！吃了香菜吧，有个臭味，什么味道？明明就是香菜，你不吃，我自己吃。哎呀，好臭啊！哎呀，太上头了。